哎呀，这条路很难走。小英，哎，你怎么又上来打竹笋了？啊，我去你家，你奶奶说你又去打竹笋了，所以我找到这里来了。我都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。放在这里歇一下呗。我们都打算要回去了，你怎么上来了呀？那岂不是更好吗？我送你回去啊，将军。这个路不好走的，你在下面等我就好了呀。你放下来，我来背。啊？你放下来，我来背。这个有七八十斤了，你背不动吧？没事没事，我背得动。啊。我自己背就行了，这不远了。没事，没事啊，我背得动。啊，行吗？行行行，怎么不行？哎呀，叫你不要来，你不听。我脚好一点了，我就上来了。来，你让开，我来背吧。慢一点哦。好了。啊，这边。你这次倒了几天了？我这打了六天了。六天了。哎，我拉你一把。没事没事。走吧。你上来也不跟我说。我都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。哎呀，我去找你，你没在家。你奶奶说你又去打竹笋了。要不要这个呀？不用，我在担心你的脚呢。看到我的脚已经好了，背不背得动啊？背得动，走吧。我力气挺大的。小兵，能在这里吗？不是不是，在下面。好的。还有多远啊？马上到了。你看你都出汗了呀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走吧。我去擦一下吧。没事没事。走吧，马上。好的。小云太厉害了，能背这么重的竹笋。把整个在这里。好好。这里是吧？放下来。好的。收拾好了吗，小云？收完了。好。放这里吗？嗯，放在这里面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好像放不下呢。放得下，放得下。来，我来抓。好了，好了。